我刚好65岁，乘车只需要2块钱。是啊，你用长者或个人八达通，就可以享受2元票价优惠了。合资格的残疾人士用指定的个人八达通也可以享受这个优惠。那我借用你的长者八达通，不就可以用2块钱乘车吗？那是犯法的，不合资格的乘客用2元乘车优惠，可被罚款或检控，千万别试。